用中书老师俗用名称给我们的圣母总经说，我要问问我，但是为什么？一二唱，我要问问我，再是为什么？为名利，为吃喝。咱在座的大人大姐、师兄师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咱即马该编到这个《中庸》十一章，这二十一页。头一抓，咱第十一章讲：自悦所问行怪，后世有述焉。我佛之意，孔子安尼讲啦，讲那是所问行怪，这个道啊，后世虽然有讲这个道真好，但是孔子讲我无愿意传这个学问，甲这个行为。话啦讲起来，孔子对于这个所问行怪这个道啊，伊无赞成就对啦。那么，什么是所问行怪呢？咱顶期啊，因这个李顺良祖师也解说，这个所问行怪啊，就是讲平常时啊，人问伊的道理，拢出口拢无爱讲，拢讲天机不可料泄。这个道甲温满，拢做一寡吼安尼奇奇怪怪、灵感显化的代志。而且拢爱好谈这个劫数来欺骗世间人，所以咱老师咧讲，咱啊这个真正圣人咧传道啊，无论儒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甚至佛家，真正若要讲这个吼脱生死的道理啊，拢绝对无咧讲这个灵感显化。为着安尼，咱历史上做书，咱有印，因讲这个灵验经。在咱这个当今嘛，即卖人要讲俗语，就是即卖讲物件啦，嘛会使讲物事吼、物法。这个中间啊，拢一挂人拢爱讲一挂吼，安尼吼灾祥变异吼，来吓惊啦，吓惊咱啦，吼、而且咧，咱即卖吼，咱这个李顺良祖师就是讲，咱袂使话迷信，因为咱咧。咱袂用啊，讲吼一寡宗教、一寡大法师甲咱迷信啦，讲啊，即摆灾劫要到咯，灾劫到啦，咱只要咱安怎，老师咧讲，双手摸咱的心肝，咱做代志良心、道德啊，善事加做一寡，安分守己。啊，你讲若要灾劫啊，即吼，孔子讲六天地命啦。有啥物结束，都由天去安排啊！哦，所以咱唔免惊哦。但是就是讲，咱吼爱守规矩，安就对啦，则袂互即互一寡宗教甲咱迷惑去啊！哦，国家来咱即个《论语》吼来伫讲，讲子不以怪力乱神。伊讲安尼，咱祖师讲，讲有安尼可见，即个圣人先佛啦，伊啊，伊都袂咧讲遮吼。即个奇奇怪怪的物件，但是若讲修养，关键即个大道啊吼，绝对袂温满。你甲想讲，咱老师就好啦。咱老师35岁就传道咧，传到90几岁咧，会使讲50-60年。伊无咧讲灵感偏话吼，所以有一寡人吼来吼，阮遐查囝若咧听妈妈啊，人即摆倒位吼，讲真危险哦，你有啥物灾劫到咧？讲妈妈，你教阮，你咧教阮道理，你咧教阮讲咧道理哦，你专门无咧讲灵感偏话。我讲对啊，啊你都听吼，听咱老师讲的话就对啦。别人咧讲灵感偏话，咱卖拢卖相信。只要咱安分守己啦，奉公守法啦，啊做代志凭咱的良心啦，啊哪讲吼，啊由天去安排啦，控制讲六天地命就好啊。啊那修养吼，讲拢袂要紧。啊那这灵感偏话吼，无爱讲，控制嘛咧讲。为着安尼，咱顶期啊有引过这个《论语》哦，在这里讲，子不以怪力乱神哦，讲孔子吼，伊对这个怪力乱神，讲这个灵感无爱，拢绝对无讲。但是若讲神哦，有个人讲啊，孔子伊无咧讲神的道理。你若《论语》甲看，孔子伊在这个《论语》的中间哦，对这个神呐、啊。讲足侪摆咧，所以咱顶期有印到这《论语》81:3，咱顶期有印，所以咱即摆就要来证明讲，咱孔子啊，吼，那奇奇怪怪、灵感偏话，绝对无爱传互世间人。但是啦，讲神啦，吼，伊讲足侪咧，咱顶期有印即讲，咱
拜神啊，咱爱诚心诚意拜吼。讲安怎？讲确实有个人讲无用啦。可比讲今仔日，这是比较简单。顶日都讲，我即摆是要去恢复，安尼补充者。比较讲啊，今仔日生命生，啊生命生你我都无时间，啊无时间，你睡住迄睡过啦，啊你拜托你甲我摕去，啊你无诚心，无袂要紧。今仔日虽然生命生。圣诞，我无闲，明仔紧，我明仔载来拜嘛，袂紧。而且你若感觉讲啊，我迄日咧生命生无闲，我会使进前来拜啊。哦，比较讲有呾讲初一十五，十五无闲去拜，袂紧。十六来拜嘛，袂紧啊。十六无时间，十七来拜嘛，袂紧啊。哦，也是讲进前拜嘛，袂紧啊。唔免讲到啊，来叫讲四个来拜托人去拜，安尼无诚心啦。咱老师讲，讲你若安尼哦，神嘛袂甲你保庇啦。所以咱老师哦，对这神嘛足尊敬的。所以爱看咱的心，吼，咱顶句讲哦，借力在啊，借神力心在。孔子讲，我若无时间啊，无亲身去拜哦，啊，就甲无拜同款啊。孔子就讲，对这个讲吼，对这个神啊，孔子伊讲真济，唔是干那讲《论语》哦，在《中庸》第六章内底，伊嘛一句话安尼讲。好，咱来看《中庸》第十六章，注曰。鬼神之为德，其性矣吼。对这个德啊，咱来看朱熹辅助的注解：德悠然性情功效。即卖这个德唔是道德的德，即卖这个德就讲开就是性情的功效。若要讲开讲较白，就是讲显性啦，哦，较显化，较显性。所以孔子也咧讲，讲那鬼神哦，伊咧显性吼。会用讲非常非常的这个无性，安怎呢？鬼神哦，比较比较会显灵，比一般。咱一般的神哦，较袂显灵。咱一般的神啊，人要讲拢以幻化为主，吼，拢叫人修养，吼。啊啦，鬼神哦，大部分拢叫人吼，拢较会讲一寡灵感显化的代志。搁再来，咱来看这个《礼》，这个《礼记》第二十。七章内底安尼讲，孔子曰：“民之所由生，礼为大，非礼无以则事天地之行呀。”孔子安尼讲啦，讲咱人啦，这个民就是讲咱人，咱人在这个世间啦，哦，咱人生存在这个世间，这个礼上大啊。即摆这个礼哦，唔是礼教的礼哦，即摆礼就是拜拜的礼。哦，即嘛，所以咱在这个六祖坛经啊，六祖才讲一句话，讲道理随用处不同，道理都无同款，因为你要用的所在哦，无同，啊，迄道理自然都讲了无同。哦，像即嘛，这个礼，这个礼就是拜拜礼，哦，你都爱知影，唔是礼，唔是这个礼貌，还是礼节，这个礼就是拜拜礼。伊讲哦，孔子安尼讲，讲咱人哦，生存在这个世间呐，这个吼、哦。拜拜这个礼上大，你若无这个拜拜礼，诶，若无拜拜这个礼，哪安尼尼啊这啊？你要哪有法度来拜这个天地的神明？啊，天地的神明是啥物？天地神明，咱来天的神啊，就是拜天公啦。哦，天的神明拜天公，哦啊，拜一寡上界这个神。啊，那地呢？地就是拜这个李林的啦。哦，拜这李林的神就对啦。哦，李林，所以孔子哦，伊讲你若无这个礼节哦，来讲根本你你啊这啊，你要拜什么的？哦，你要拜啥？哦，安尼咱就相信讲孔子啊，伊在伊无论在《论语》哦，在《中庸》或什么《中庸》，搁在什么这《礼记》，伊哦处处拢有讲这个神的代志啦。而且咱在这个吼《礼记》吼。第二十四篇，阁有一句话安尼讲：“在我曰，我闻鬼神之名，而不知其所为。子曰：其也者，神之形也；角也者，鬼之形也。合鬼以神，教之至也。”对这个神，咱来看书海解说这个神。因读作圣，即卖咱一般是讲圣哦，圣代啊，咱即卖读作圣，圣就是啊，人摕物件来，咱甲接受来，哦，甲接受迄物件来的吼。
即马即个灾厄，灾厄就是孔子的大弟子。啊，灾厄有一天来问孔子啦，讲我吼以前听着讲这個，即马这鬼神哦，唔是哦，唔是鬼神啊，鬼甲神哦。讲我听着吼鬼甲神即个名啦，但是哦，我唔知虾米，唔知虾米神，虾米是鬼，因为啦，神嘛无形的啊。啊，鬼嘛无形啊！哦，啊，到底是神，什么有这是神，什么是鬼呢？伊即摆来咧问孔子，孔子才甲即个灾厄回答安尼讲：讲那气者是神之神，是做主宰。即摆即个气啊，就是讲咱老师是解说讲哦，这灵魂啦、啊。讲那是即个灵魂哦，就是神哦，咧做主宰啦。啊，那角呢，就是鬼咧做主宰，安怎讲呢？咱这个神，你也知啊，神是咱灵魂甲咱的骨魂合一哦，伊才去做神。啊，做主宰就是灵魂咧做主宰。啊，那鬼呢？鬼就是安怎骨魂啦？安怎？因为咱安怎来做鬼呢？鬼就是讲哦，伊做在世是做歹代志。啊，这个灵魂落地甲修行。啊，这个骨魂啦、啊。这个角魂哦，像哦，在咱来讲咧拜公妈，在咱的公妈咧，互人拜，还是讲去望阿婆，哦，迄就是鬼啦，鬼就是哦，角魂咧做主宰，哦，你爱怎哦，角就是鬼，就是鬼，角魂就是这个吼，这鬼咧做主宰，合这个鬼甲神，这个吼礼教会使讲达到最高，安怎样啊咧？咱讲这个礼教咧，你爱怎样？那讲一般来讲，角魂讲鬼就较有影。啊，咱即摆老师咧讲这个气，人就感觉奇怪。啊，这气来讲这个灵魂呢，吼、哦，这灵魂对这个讲气，老师改做灵魂。咱即摆来看这个庄子内底一句话，你就知影讲咱老师解说灵魂是绝对对的。咱来看庄子内底一句话安尼讲：中年月，气也者。喜利太不利，中年这是孔子的如何？哦，伊的如何叫做中年？孔子安尼讲，讲什么叫做气呢？这个气就是喜利太不利，这个喜啊，甲咱佛教所讲的空，虚空同款。所以咱你若看这个七经传来咧讲，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。虚就是空，虚就是空。若要讲咱佛家虚空，虚就是无所住心，无所住心就是等于吼咱所讲的这个吼本性啦，吼咱这个本性。哦，所以咱即阵啊，咱老师讲咱的灵魂，这个意思就是安尼。哦，对这个讲吼，虚里太物，诶，就是讲咱的本性啊，咱的佛性。哦，就是讲咱的本性啊，就是讲咱的无所住心。对这个问题，咱来看中国人性论述内底一句话安尼讲：在庄子所说之气，实际只是心的某种状态、比例之数。与一般所说的顺性理之气不同。启动至心灵活动到达了极纯净的境界。换言之，气即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。庄子伊讲安怎？讲即摆讲庄子伊所讲的这个气，哦，即摆这个气，甲咱孔子伊讲这个气。就是实际上是咱的心哦，以某种的一种的状态来比较讲的话啦，甲一般所讲的这顺性理的气无同，安怎？顺性理的无气就是精气神无同啦，哦哦，唔是讲吼这个精气，哦也是气吼，也是元气。也吼，也是神气，甲迄即个气就无同哦。哦，所以咱你说咱有讲嘛，讲空的即个六祖大经咧讲，道理随意用处都不同。啊，即卖即个气，甲咱即个讲精气神那个气，吼，元气，吼，咱啊神有一个气嘛，元神吼有一个气，甲即个气就无同啊。哦，伊讲无同，即个气就是咩啦？应该都爱指咱心灵活动。
到了瞬间境界，安怎咱的心就是咱的心灵活动吼，急过啦，急过啦，要讲讲无杂念啦，咱的心大家拢无杂念，哦，拢无这个杂念，这个无自心。你一个人啦，大家吼无杂念咯，心就会空空，都无自心，这个境界。所以呢，曾子伊才讲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气就是啥？就是咱人波多修养的境界。啊啦，咱吼，咱无自心，就是最高啦。所以咱人有定来讲要看出本性。你一个人啦，大家无自心嘛，本性就看出来啦。因为咱的本性就是空空，拢袂好个物件黏掉的啦。一般的人拢嘛物件黏掉的，看外口形形色色啦。看到人的老啊厝大景，就想讲哦，啊，咱这细景啦，哦，迄心都已经无大家无自信嘛，唔知我爱视而不见。啊，看到哦，迄金银财宝啦、银啊啦、吼、哦，迄钻石啦、哦，迄宝石啦，都一直去向伊遐去啊。世间人都是安，啊，咱修行人面嘛，啊，翻倒转来，遐拢生活物啦。哦，你家想讲遐拢生活物，遐会使讲，互咱做者安尼佚佗尔，唔是讲哎呦，注重迄个物件。你若注重迄个物件，安尼吼，你讲要看出本性都无法度啦，都无法度大家这个无自信。哦，你爱了解，就是讲袂有外口形式甲你黏掉哩。唔只讲，这是高度修养的境界哦。你若无高度的修养境界，最高就是无自信尔。哦，所以咱有个人讲啊，要安怎看本性？大家无自信啦。哦，行中用这条道。哦，安尼你都法度看出本性。所以伊才讲高度修养的境界，用我大家心空空，空灵就心空空，安怎？明觉的心，伊呐，知影早这拢生活物啊吼，一切拢知影，这无稀罕。啊，所以吼，安尼来，你道理都拢会知影，都袂让外口一切形式。甲咱引入去，这所以咱老师讲灵魂就是无自心啦，哦，灵魂就无自心，安尼就互你知影讲，这个老师咱讲的是正确的。那么咱今麦孔子咧讲气也者是神之神啊，觉也者是鬼之神啊，合这个鬼甲神这个教导啊，会使讲大家最高啦。伊讲神就是灵魂，吼，神就是灵魂来咧做主宰，啊，那鬼就是觉魂来咧做主宰，合这个鬼甲神，才有法度成立咱中国儒家的思想。这个吼教吼，这个教之子就是讲迄个教导啊，大家吼最高啦，吼，即摆讲教之子，大家最高。咱儒家诶，这个上是拜神啦，哦，咱主要讲是上是拜天公啦，吼，拜上界的神，哦，拜下是拜公妈，哦，咱今麦讲鬼就是拜公妈啦。所以孔子哦，伊干那讲，伊无咧讲拜外口的鬼啦，伊无，伊干那咧拜神甲拜公妈。孔子的学说就是安尼哦，拢拜。所以孔子伊无咧讲灵感显化，咱一般的人就是咧拜有诶无诶吼，即系去放牵去灵吼，放牵灵物品去摄。孔子伊就是讲，咱就是拜神尔，去吼去就是干呐拜即个神吼，可比讲你去吼去庙里拜公吼，即个文殊公，就干呐信文殊公尔，伊无咧拜啥，啊嘛无咧讲灵感显化，我是较尊敬尔。阿公嘛，就是咱的祖先啦，吼，就是孔子伊的学说，就是干那哩哦，哦，所以咱知影，所以孔子伊无咧讲哦，这灵感偏坏，原因就是伫遮，无咧讲啊，搭一间庙较灵感啦，就因为你若专门咱老师讲，咱就去啊，可比讲咱去仙公庙、祖师庙，咱就干那去拜祖师啊，伊走祖师伊就是在世安修行来。就干那想安尼尔，无咧，嘛无咧想啥，干那讲哦，伊就是这么伟大，啊，我要尊敬诶。啊，咱拜公妈就是尊敬咱的祖先，就干那安尼来，无咧讲灵感变化。所以即马来啊，咱即马吼有真侪，咱解释了讲吼，讲吼孔子讲怪力乱神啦，伊就自即个怪力乱神啦吼，甲分作四句，哦，咱顶期有讲，但是咱即马就是讲，搁再讲一下，恁了解。一般的论语啊，这四句拢甲分析，安怎甲分析呢？怪就是讲怪力啦，
力就是讲暴力，乱就是乱神插主，啊神就是讲神明。孔子呐讲这个怪甲力乱这三字哦，无讲哦，哦这有可能。啊，若讲这个神无讲是不可无可能，因为咱即马咱即马都伊呐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嘛讲讲这个神呐、啊，哦哦嘛讲足侪解了。而且你看咱这个吼，咱即马咧讲中庸，伊嘛咧讲神呐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有得讲足侪呢。啊，若怪力乱神哦，伊拢无讲。那么咱即马即句话讲怪孔子伊讲吼，怪力乱神要哪解说呢？咱来看咱李叔人祖师伊解说。啊，只要这门那个机械修养上好了，啊，卖灵感偏化，拢卖想着这什么外灵感，迄种对咱修行拢无效啦，安、啊、对无？哦嘿，我即摆来看李师娘祖师也解说哦，怪力者，无学符咒之类，使人迷惑医术，行正道者少，不行正道者多，乱神者邪神魔神之类。使人了乱其心，立意迷惑，故孔子不义啊！啊，对这个吼，对这个无惑，咱来看书法也解说：灵事无形，以物降鬼神者也，在女越无，在男越惑。咱书法讲，一个人有法度吼，和这个无形的啦，和这个无形的来附身。哦，有一个人和这个无形的附咱这个身躯，啊，因为咱讲的降衣物降鬼神的，因为啊，你哦神附身，到底是神还是鬼，你唔知啊。啊，因为伊个附身，你若看单机啊，去单机玩，那像咧跳舞安拉拉舞啦，哦，迄就是讲衣物降鬼神。那是查某，伊讲哦做舞啦，所以讲舞婆啦，单机查某做舞婆。啊，咱单机查甫咧讲做血，哦，啊，咱即摆来看李叔娘祖师也解说，讲虾米有做怪力咧，就是吼、哦，一寡单机啦，吼、哦，一寡单机也是画符啊，也是会念咒语，即个种类，伊个人吼、哦，但即种个拢人开去迷血，吼、哦，又哦又心痛啊，啊又符咒啊，啊人看伊单机啊，就安尼讲哦，啊感觉讲安尼哦，大家拢去相信，大家拢去迷血伊个术啦。行正道个人少，无行正道个人真济。单机嘛有正个哦，你毋通讲单机嘛有正个，啊画符啊嘛有正个。哦，啊，念符咒毛症的较少啦，大部分拢是较无症。哦，这咱祖师讲的哦，哦，较少，但是哦，无症多的人较侪。这是咱祖师讲的哦。伊啊，那乱神就是啊，就是邪神、魔神这种类。伊哦，咱人家乱咱这个心，入下，予咱人去迷惑。啊，我就讲，咱人要安怎？咱会使袂使互迷惑，因咱道理知影，咱毋免互迷惑。咱莫信遮有诶无诶啦，吼，慢嘛无需要信遮遐符啊咒啊，毋免。你若歹运吼，多做善事；你若歹运诶是多做一寡善事。啊，善事爱做了着，善事到处都会使去做呢。地方啦，地方一寡艰苦诶人吼，你多做去善事，你毋免爱这灵感偏化，毋免。咱呐，歹人也讲啊，你咧歹运，还是讲啥物？去人咧讲啊，结束善事，安就对啊啦。你唔免去卖吼，卖有这灵感偏化，甲咱迷惑吼，咱袂使哦，袂使入在这迷惑。所以孔子呢，这圣人讲的，孔子伊无爱讲遮，就是安啦。伊就讲啊，你修养啊，伊拢嘛讲啊，你修养啊，咱就照孔子圣人咱老师讲的话吼，卖好在。奇奇怪怪，甲咱迷惑。啊，咱老公呐，讲歹运啊，是倒位啊，无好势吼。多做善事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吼吼，安尼就听有啊啦。吼，安尼就听有。啊，那么咱即马咧，咱即马对这个问题啊，即马甲咱离吼，你写者我嘛无爱解说很侪。咱来看修真路啦。啊，即马又讲一句啊，即马咱吼，国讲啥？是安怎讲这邪神呢？比较讲咱在三兄弟啦。无听道理啦，道理食无落去啊！啊，道理食无落去的时候啊，哦啊，去做神啊，做神伊啦，伊无法度人啊来求啦，
六合彩伊嘛共报名牌啦吼，吼啊人啊吼，人啊吼，人啊讲伊打咧无好嘛共报备啦吼，共报备。那安尼来吼，吼安尼哦，做一寡歪果起出来代志哦，迄就是邪神啦。啊，若无神就是像即马讲黑社会啦。我安尼讲安尼黑社会。啊，我唔只讲吼，咱即马知影道理了后，咱卖管遮吼，卖讲像后盖咱来去做神的时啊，我都有讲过，咱老师咧讲哦。卖去庙里去做理念的神，安怎？去上天，搁再去研究道理。哦，搁咱有话，咱有话，你若要讲南疆的话，阿六哥啊，阿七哥啊，阿五啊，哦，足侪人咧哦。即卖讲会使讲足侪老师集团哦，搁一二十个南疆。即卖咱三兄弟啊，老师咧做咧指挥啦。咱寺庙啊，嘛是伫天顶咧。咱若愈将无法度去做，无法度讲成仙所生活，咱去做神的时候，咱万免讲去庙里，咱就安怎，都哪讲去听寺庙的道理啦。吼、哦，南将听老师的道理，啊愈将啊，咱做事嘛伫四方天咧讲道理啊，吼、哦，迄上要紧。吼、哦，啊那愈将就去听咱寺庙啊，啊有当然有时间听老师的道理嘛，足好啊，听咱是怎样做事的道理，安就上好啦。安尼就袂无其他诶代志啦，哦，安尼就知。对这个问题，咱再过来看咱这个修真录内底一句话，安尼讲：乱神以神通力，变化诸天，乃至仙佛，或施以消费以人，或现种种奇迹，或现异合幻以人，再现机灵修机合幻。无智慧人，往往受伊愚弄，迷信伊个迷信基督，受其教化，颠倒是非，脱离正道，入于迷途。咱修真路，这是咱老师吼去打坐坐禅，啊去上天的时，啊听咱李顺良祖师咧讲道理，啊伊吼落来时啊。啊，一半是咱因为咱去听的时候，啊，如果有当无讲全部会记咧，你是恁写谱啊，毋知拢会记，啊，若无有当想的嘛会袂记啊。啊，所以你若要讲下，就是一半祖师的道理，我一半咱李顺良，咱李顺良祖师的道理，所以才讲修真路。啊，若讲李顺良祖师，哦，迄拢全祖师讲的哦。所以咱修真路讲，讲乱神，伊有迄神通的力量。伊就变化一挂神啦，哦，变化天上星庙啦，啥物王爷公落，伊变化神啦，也是仙佛啦，也是变作讲啊祖师啦，也是讲释迦佛祖啦吼，哦，也是弥勒佛祖，伊拢会变作神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就消施意消费，你甲求，伊咪甲你保庇哦，伊毋是卖，伊咪甲你保庇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就现种种的机灵啦，哦，安尼哦，灵感面哇，什么骑飞啦，吼，什么发怒啦，种种的代志就对啦。有当时伊就先啦嘛，伊拢会先吼，以何还以人再现，甲现着哦，伊先啦，先甲伊放毒，先何还哦，伊先甲你放毒，放毒了后，才用伊的灵验讲我灵感，我有神通，收去何还。我讲即摆现代，有人咧听道理，因老母也嘛知影咧，查讲安尼吼，因查囝安尼唔对啊，因听伊师父的话啦，伊有一个因老因查囝有一个病，去安怎医生看拢看袂好啦，啊看袂好的时候，因师父吼讲看袂好要安怎，因师父讲我甲你医就现咯，啊真正有因师父甲医现咯，结果即摆拢袂落去啊，拢袂落去，啊迄就是安怎。伊是安怎好？伊会变是安怎？因师父用个神通力啦，改用变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即马哦，伊就是要利用伊啊，啊利用伊，伊即马哦卖落去，伊即马拢专门办伊个代志。因老母也唔敢讲，惊吼、哦，惊迄个师父用伊用个法力改因吼，改因创啦，改因创敌人。所以我问话，我唔只讲，我都加吼加咱只吼咱只听到话。去拜神，千万都唔能去求，啊，拢唔能够要受伤喏。啊，因早起即款卖落去啊，专心拢咧吼，咧教咧拜因吼，因咧事啊。迄在电视剧，我是袂晓讲人啦，迄电视都真出名。啊，你哦，拢咧专办伊个代志，拢专办伊个代志，这都是啥啦？
先吼、哦、先解火番落去放毒，然后再解消毒。你若真正讲伊个身躯病啊，身体病哦，绝对医袂好啦。咱老师以前嘛有咧讲一个笑呀，伊咧讲医笑，伊先去甲放笑，先讲我先甲你放笑。啊，我甲什么人放笑？啊，即摆哦再去请人讲过，讲我专门咧医笑的。啊，迄钱真多呢，你若迄钱就真多，迄落就是安尼来，无多啊。啊，若是身体病，若是真正笑吼。伊无在调伊，那个安尼哦，啊都医生管都免开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迄足厉害的哦，真正，所以爱注意，先解放毒，啊，然后再解收伊的伊的病啦。所以若无智慧的人哦，拢受伊的哦，伊灵无偏灵咧行。即摆因查囡仔灵咧，因老母也嘛知咧，唔敢讲啦，无多。有呾讲啊，你嘛来听什么道理啊？阮老师，阮师傅啊上大啦，阮嘛伊甲伊边咧，伊无咧听，你甲看。所以吼、哦，海顶牛边行，要相着相信你的道啦，相信甲头壳哦勒落去，受伊的教化，足侪人受伊的教化。啊，唔过有个人无受伊的教化，迄就是呐，无互伊去放毒着，啊，伊无受伊的教化吼，结果吼、哦，伊知影着伊。都精神啊，都怎啊离开去啊？啊，无拢嘛袂落去呢。都受伊教我，伊要教我，你看你爱你叫我创啥就创啥。有个人哦，嫌钱了，嫌辛苦都遮了呢。以前咱老师嘛定下咧讲，就是安尼。迄在澳门真理教，迄几啊十年前啊，嘛是同款安尼了。伊嘛是拢有登记的，结果我用即款来套头啦。所以太厉害呢，颠倒是非，对的讲对。对，讲唔对，唔对，讲唔对啦。安尼咧，都无法度行正道啊啦。伊安尼都无法度脱生死啊，都迷在伊吼，都已经行这个迷道落去。所以咱就讲，我如果听道理，就干修养上好尔，其他拢卖差番多啦吼。这是按家己讲者，啊，这是实在哦，这是实在。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印。啊，即摆过来看《淡摩遐面论》内底一句话，安尼讲。讲天魔阿修罗示现神通，该作的目菩萨相貌，种种变化，众不是佛，莫错礼拜，心即是佛，人无佛心，佛不相依。我甲恁讲啊，足清楚啦。伊讲吼，一般吼，即个吼阿修罗，阿修罗实在过伊平常时嘛，足有修的啦。所以咱老师咧讲啦，讲咱当今的修行人啦。拢东东发念，到尾啊，拢是啊，拢落恶修恶道。你一个人啦，东东发念吼，都无法度行正道啊啦。所以你即摆宗教拢真多，阮即教上好啦，阮比较我信佛教，阮佛教上好啦。伊若信道教，讲伊道教上好啦。伊若信母啊，讲阮母啊上大啦。什么人上大？咱的心上大，咱的佛。所以吼，伊讲实在每教的教主吼，拢讲修心，拢讲你爱用你的心，你的吼，你的佛心落去修，啊，结果吼，拢让迄宗教安尼卖落去啦，吼。啊，咱即摆毋是讲宗教拢卖咧，嘛是有诶好诶，是讲大部分拢安尼，吼。所以伊会现吼，现菩萨啦，现出的诶迄落相貌，种种的变化，拢毋是佛，佛安怎无佛像安怎未讲。未来现来看，佛在无极天，伊若要现来咱看，你若七真端内底就看就知影。咱李顺良祖师甲张二老祖，伊要度王重阳的时阵啦，伊化作什么啊？化作乞丐，伊未化作讲佛啦，伊会化作乞丐啦，化作唔家人来吼试探人的心肝哦，要来幻化伊的世观，就是要来甲度。所以伊化作乞丐，王重阳啊，伊有迄度量啊。伊无轻视乞食，咱修行人嘛同款嘞，袂使轻视讲乞食如何嘞。唔是讲伊吼，伊袈裟穿甲超格格，伊大法师，咱就安尼更加放胎更加白，唔是安尼。迄你吼，迄大法师嘛无一定讲伊真正有啦，嘛无讲伊真正是有道的人嘞。所以老师因真济啊，穿弯弯花裳啊，吼，迄你看伊拢穿破袈裟安尼，愈有道的人哦，伊穿的衫拢愈凊彩啦。啊！若高高在上，我即领吼袈裟加迄落加迄落袈裟啦，几十万啦！你甲想啦，几十万，摕人个钱了，你甲想哦，摕人个钱来垫讲伊袈裟几十万，吼你吼咱用咱个智慧啦，吼你即摆讲用智慧，
王智慧就讲，王咱的智慧啊，拢受的，伊的灵感天外来，甲伊领悟片。所以吼，你爱知啊，种种的变化，唔是佛，你唔通甲伊吼，唔通当作讲佛甲伊拜。咱的心就是佛，你爱想讲，我有迄个佛心无？我会甲佛祖来通无？你无到迄境界，佛祖伊要甲你通。啊，佛祖伊若要甲你，我都讲，佛祖伊若真正要来甲你劝话，伊嘛袂变作，伊嘛袂讲伊的真正的面目来甲恁劝话。所以咱一句话爱知影吼，咱吼啊，咱就知影讲，咱修行啊，唔通轻视人，啊唔通看表面吼，唔通看表面，啊看咱的心做了对唔对吼。所以孔子才讲敬鬼神而远之。嘛是即句话，啊，所以讲伊若讲灵感偏弱，伊就无爱讲。啊，咱即摆吼到这时间拄好到，等后期咱再过来吼，互相来探讨。啊，小妹口才无好啦，口才无好。啊，但是我咧讲吼，袂要紧，有即、這个有咱吼，咱咧讲拢有根有据，吼，拢有根有据哦，毋是讲迄凊彩讲讲的。啊，你所以看你的吼，看这根据来认真来修吼、哦，希望啦，希望我咱每一个人吼，拢有法度吼。拢得个上天吼，啊上介好啦！来个见哪讲哦，迄只哦，即黄师兄啦，电来敲电话来，我有在调人，我是有法度人去见着迄李顺良，咱李顺良祖师，也是咱老师哦，也是师表，我讲有，看你要做唔做尔，啊你就照这道理落去修啦，唔是干那嘴讲哦，爱行哦，爱行，爱修，修六多哦，修六多咱知啊，好，啊谢谢。最后，我祝福咱俩师兄弟哦，我啊，我大言大德，身体健康，多业精进啦，谢谢。咱一般普通庙的拜神，是大多数忠心义出，但就二祖都唔是，二祖都是一个修行人，哦，伊在正修行得道。后来出来团多多些，啊，人家崇拜神仙。我当当时出来团多啊，是无什么成就，因为我学文浅。后来当二所处一家教导，所有的道理拢二所处教我。所以我自二祖师的教导，啊出来讲道呢，啊，真正顺利就对了。